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歪批百家姓》，表演者何云伟、李菁。给您换一场。哎，您看这个节目啊，一场接着一场。哎，刚才是曹云金、刘云天说了一段讲四书，说的不错。哎，啊，下去休息休息。是，你看这俩人嘛，透着就是个文化人。哦，怎么瞧出来的？哎，你看这相貌就带着书气。书气、啊、书气。哦，书气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昨天跟人家打牌呀，一宿都没赢。啊，书气，输赢那书啊。哎，书卷之气，没事啊就得翻翻书。哎，啊，这个看书啊大有好处，开卷有益嘛。啊，四书五经、啊，这得看。那是啊，红楼西游、啊、这全得学习。你瞧、啊、没事，我们虚你不说这部书，不许你不看。哎哎，这个知识面啊一定要宽。嗯啊，您拿我来说吧，您怎么样？没事也看看书是吗？啊，当然我看这个书都是闲书了。哦啊，您这后台老先生有个叫李文山的啊，知道啊，那老先生，李先生。哎，大背头胖老头，嗯，也喜欢看书。哦，有点学问。嗯，他念的书跟咱们念的书不一样啊。有什么区别？他念的书那叫私塾、哦，教专管，念的是三本小书。哪三本啊？像什么这个百家人啊、三眼井。哎哎，不不，没有没有，是什么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。哎，对，就这三本书。是，哎，头一本叫百家姓啊。百家姓啊，百家姓啊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。嗯，这老先生念的时候费点劲。是吗？嗯，就这一句啊。啊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念了多长时间？俩月。嚯，俩月没念会，那也太笨了。那脑筋笨一点啊。是吗？那天走了啊，老师给叫回来了。哦，要开一开小灶，要专门教他。嗯，孩子过来过来过来。嗯，跟我念赵钱孙李。李先生说什么呀？跟我念赵钱孙李。哼，这孩子怎么这声啊？不要跟我念赵钱孙李，不要跟我念赵钱孙李。实诚孩子，光念赵钱孙李，光念赵钱孙李，广念赵钱孙李，广念赵钱孙李。为什么跟我学啊？花钱了不跟你学，跟谁学呀？在这儿等着老师，把老师气了。那还不气了？老师心想啊、嗯、给他讲一讲。哎，这百家姓哪有讲啊？老师胡讲。是吗？宝贝儿，记着赵钱孙李，赵字忘了不要紧。嗯，想想我先生怎么样？我不是姓赵吗？先生姓赵，赵先生的赵。嗯，赵先生的赵。嗯，钱呢？钱，你上学我不得要学钱吗？啊，要学钱的钱，要学钱的钱。这调门更矮了啊。孙，孙，大街上骂人的话啊，装孙子，装孙子的孙。老师怎么教这个呀？装孙子的孙。哦，礼，礼，不讲理的礼呀、啊、是那个字吗？不讲理的礼。哦，不讲理的礼。周，周，瞎胡诌的诌。哦，还有瞎胡诌。瞎胡诌的诌，瞎胡诌的诌。无呢？无，无赖油的无啊。哦，哎，这人二百五。是是，无赖油、嗯、无赖油的无。正，正，不正经的正。嗯，真不正经。不正经的正，不正经的正。啊，王呢？王，老王八的王啊。是叫不了什么好。老王八的王、嗯、老王八的王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？我全记住了。哎，那就好。什么记住了啊？闲篇记住了。正文怎么样？一句没记住。是啊，背一遍吧。啊，他由后边往前背啊，倒着背还挺好听。怎么背的？老王八不正经，无赖油瞎胡诌，不讲理装孙子，要学钱赵先生。全是我呀。把老师骂了啊，气得够呛啊。那是，这百家姓哪有讲啊？哎，没有讲。可是过去这个文人呢，没事坐在一起啊，娱乐娱乐、嗯、也要讲一讲这个百家姓。那他们怎么讲呢？顶针续门、哦、自头咬自尾。是，赵钱孙李由打李字往下接。嗯，自头咬自尾，绕到哪儿呢？
周吴郑王，在这两句当间加词儿，考的是什么啊？考的是文人的词汇量，词汇量要丰富，哎，肚腩得宽敞。那是、啊、我这么说呀，您也理解不了，啊、观众也听不清。我不要紧，我可以举个例子啊。那您 讲，您比方说，赵钱孙李，有打李字往下接，嗯，绕到周吴郑王。您说李什么？可以音同字不同啊，允许谐音，俗语、成语、谚语、俏皮话全都可以、哦，都可以往里搁。李李什么？现成的啊，李京，对，我的名字，这是个名词啊，是李京啊，哎，那就得顺这京字往下接，那是啊，京什么呀？京，精神病，哎，这也是个名词，哎，这就谐音了，哎，啊、谐音可以谐音、啊，病，病，病得不轻，各位，这是一句话呀，啊。啊李京精神病，逗号，病得不轻，我招你了。你赶寸了啊！你赶寸了，那就顺这轻字往下接。哎，轻轻什么？轻轻生生。哦，说明不累。哎，轻生活，嗯，轻轻生生，生生生一大胖小子。哦，这是、哎、喜事儿。好，生一大胖小子，子子子子孙孙，有没有？有。哎，嗯，孙。孙孙子孙子，哎，您先等一会儿啊，说孙子没关系，别往这儿比划，就随便一比划，这样啊，可气不可气、啊、哎，这不随便一比划，哎，不要这手势，哎，孙子孙子，哎，那又是子了，哦，又是子，哎，子什么？子，哎，紫茄子，这跟没说一样啊。啊，紫茄子还是紫啊？哦，对对，还是紫啊，紫，子孝贤孙，哎，有这么一句成语，哎、有吧？哎、孙，孙子孙子，你就讨厌吗？你就 啊，你先讨厌的，又是紫了，紫，哎，子承父业。这词怎么样？词儿不错，这首饰就别要，那就不要了，不要不要首饰。子承父业，业业，嗯，夜壶，我长一夜壶脑袋呀？不是，这是个名词啊！您别瞎比划，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吧？有有有，夜壶壶壶，胡说八道。嗯，我瞧你也胡说八道啊！道道，道法无边，这是一段相声的名字啊。编编编你一下，哎，这谁明白呀、啊？这路这个不像话，我想呢，我想、哎、你想也不能，嗯，编鞭炮齐鸣，哎，有点过节那意思，这有、啊、这有意思吧？哎、有意思，鸣鸣、哎，明天会更好，嗯，好，好面好米。米米能熬粥，粥周吴郑王，哦，这是绕上来的，这词汇量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啊，全是大水词啊，怎么样吧，怎么样啊？就这么玩，哎，就这么玩，哎，不但是赵钱孙李啊，随便提一个字我当场能绕到周吴郑王，是吗？考的是什么？我这个词汇量。哦，有这把握，就有这个把握。你瞧，您可以随便提。谁呀、啊？您呢？您可以随便提。我随便提啊，我别提了啊，让观众朋友们一瞧，咱们俩是一场节目。没有没有啊，编好的词儿上来蒙观众来了。不不不，您要是真有这词汇量啊，这个、在座的朋友随便哪位站起来提一个字儿，可以啊。你要当场绕的周吴郑王，可以，这算你能耐，没问题啊，随便提一个字。啊，在没提之前，我还得替你托付托付。哦，您还知道给我托付托付？那当然了，那我谢谢您。哎，甭客气，还给我托付托付。各位，咱们这文字游戏啊就开始了啊。待会儿您呢踊跃发言，您别拘着。嗯。我得打消您一种顾虑。嗯。您认为何云伟啊是我们北京德云社一个有名的演员？哪里？同着这么些个朋友，您要提个字儿。他当场绕不到周吴郑王啊，这多没面子呀！哎，甭有这种考虑。对对对，您就捡那个难字儿题啊、哦，随便提。最好是阴山背后啊，犄角旮旯，连康熙字典上都没有的那字儿，您提一个。他当场绕不上来，咱们大家伙儿团结起来，把这小子气死啊！怎么样？嗯、不是。你这是给我托付呢？哎，托付的多好啊！啊，往坏处托付。哎，是你这考察你随便提呀、啊，随便提呀、啊。哪位提个字啊？提个字啊？
孙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孙呢容易。那位朋友说了啊，滋儿。哦，滋儿滋儿啊，滋儿。绕的周吴郑王啊，哪位提的这是？哎，你管呢？那位提的啊，滋儿啊，滋儿滋儿滋儿，是吧？是这个弓长滋儿啊，是立早滋儿啊？你是中国人吗？啊，弓长立早那念张，那这是立早张啊，立早张，什么立早张啊？什么弓长滋儿啊？弓长滋儿，我这也错，怎么着？就是滋儿滋儿，哎，滋儿滋儿滋儿的一声，这就完了，完了。滋儿的一声就完了，滋儿的一声哦，声声声管笛箫行吗？行，比那声一大胖小子强吧？哎，强之百倍了。哎，声管笛箫，这都是乐器。哎，箫、啊、箫死你！我招你了！哎，赶上了，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我箫死你！东北话。哦，这俗语儿。哎，对你赶上了。哎，箫死你！箫死你都有啊！你你不是东西。这角全是我的、啊、那可不，你赶上了。对对、啊、对，西西西瓜好吃啊、哦、爱吃西瓜，西瓜大西瓜，西瓜好吃、啊、吃吃，哎呦，吃不了剩下啊、哦、个儿太大吃不了剩下，还注意节约了、啊、哎，下呢，下回再吃啊，啊吃吃不了剩下，下下回再吃。哎，对，一西瓜吃几天呢？另找、啊、另找吃吃吃西餐。就您这脑袋呀，怎么着、啊、怎么着呀、啊、你没吃过？哎，谁没吃过呀？馋死你。哎，我呀，那怎么着，餐餐餐你一本啊、哦、餐奏一本。哎，本本本色演员。哎，有这种类型的，有这种类型的、啊、是是是。圆呢？圆了咕叽啊，这是北京话的圆了咕叽。圆啊，叽啊，叽叽叽喳喳啊，说明闹得很。哎啊，扎扎扎你一下。哎，我也得让你扎、哎、我想我想、哎、你老想扎，我这想呢 啊想什么？扎扎针、哦、扎针，这也是一段相声名字啊。针、嗯嗯、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喝，这更是名段了，单口啊、嗯、汤汤汤你一下，合着这句是万能的呀，是怎么的？我想我想呢、啊、我想呢，谁明白呀？我想呢，我汤汤汤什么呀？汤琴蒋干、哦、俩古人，这是两位古人了。汤琴蒋干干干干你我想我想呢我想呢我想我想呢，想都不能想，我想这词儿呢、哎、我想这词儿，隐藏的够深的呀你们。我想还还有这爱好，我想这词儿，我想这词儿，干干干啊，您看您提的字惹多的祸、哎、这提字太好了、啊、太好了，干一身汗，怎么样这个？这比那句就含蓄多了啊。什么呀，干一身汗，植树体力活，植树刨坑，干一身汗、哦、干一身汗劳动，哎，劳动植树、哦、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也是植树。那就没杠抬了。 哎干一身汗，汗汗马功劳，劳劳动光荣，荣荣你，荣你一下啊，荣荣荣祖儿、啊、还知道荣祖儿？知道啊，知道，是出事以后知道的吗？出事以后你也知道了是吧、啊、以前我就知道荣祖儿儿儿子儿子，我讨厌，我就知道你有这句、啊、这么说话不礼貌 啊这又绕到子这儿了是吗？哎，又绕到子这儿了，子子、啊、子承父业的不行了啊。子子紫色的好看，哦，爱紫色的，紫色的好看、啊、看呢，看看你挺傻的。
谁呀、啊？嘚嘚嘚瑟嘚瑟。有这么句话，哎，东北话就跟那个削你一下，嗯，就快了，知道吗？对对对，你这再嘚瑟，就削死你，知道吗？色色色狼是你，啊，这角儿全是我的啊，嗯，你是色狼，有意思吗？啊，有意思，咱可绕的周吴郑王。周吴郑王，你是色狼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！您离这周还八扔多远呢？这就快了，这就快了，别着急啊！哪儿了？说哪儿了？说哪儿了？色狼是你，哎，你，你不是东西，哎，要西瓜，西瓜好吃，吃不剩下，吃不了剩下啊！你别的，你脸上有包，我看得够仔细的啊！包文正，呵，这是包拯啊！哎，正。挣钱买米，你能熬粥，周吴郑王，你看，这个词汇量，你这个啊，这词汇量，哦，还舔着脸说呢，怎么着啊？就这词汇量，接上来了，我瞧出来了啊，你呀，绕的粮店就离这粥不远了啊。什么叫粮店呢？这什么词汇量啊？这那怎么着？那个，再提一个，换一字，再提一个字啊？哪位朋友再提一个？再提一个，就照滋儿这种类型的就行啊。哎，别啊什么？对，那位朋友说了，啪，啪啪削你一下，不行，相声词这都不行啊。啪啪啪你一下，啪不啪啪啪。波一阿啪，哎，有这音就有这字。这字怎么写？不好写，不好写啊，不好写，不好写。哎呀，啪，哎，出来了啊？哪句？啪字不好写。人家现成呢。啊，啪字不好写。啪字不好写啊，写，血了呼啦。哎呦，又打架了，打头破血流，血了呼啦。哎呀，是，不忍看，不忍看啊！你行，啪拉稀拉水。哎呀。好多拉稀，常言拉稀拉水，哎，这词儿也够水的，拉稀拉水，啊，水水能熬粥，周吴郑王。哎，你看这词汇量，啊，我离开粮店了，水能熬粥了，然后怎么着？像话吗？这什么？不，词汇量太水了。怎么叫太水呢？再换个字儿，可以，再换个字儿，提呀，啊。哪位朋友再提一个字？什么？啊，嗲嗲。哎，不错，嗲嗲嗲嗲，哎，嗲这字儿不能再说不好写了。嗯，那行，哎，嗲字儿好写，写写了呼啦，拉稀拉水，水能熬粥，粥吴郑王，就这个呀，这我也会说。你会什么？你会？你跟我学你。这么着吧，啊，前头勾了，后头抹了，怎么着？朋友们再提一个字儿，嗯，你呀，什么大米粥啊，小米粥啊，八宝粥啊，绿豆粥啊，干饭和水都不行。嚯！你给我找的周吴郑王，还告诉你行吗？再提一个字的话，嗯，不出三句话，我能绕的周吴郑王。呵，就这么大学问，你瞧，啊，有这把握。不出三句话，你可以数着啊，当然给你数着，可以吗？哪朋友再提个字？啊，龟儿，什么龟儿啊？对对对，那大姐说了啊，龟儿就是这个吹这唢呐呀，啊，龟儿了吧？那龟儿，啊，龟儿。三句啊，温温啊，温什么？头一句啊，哎，温温字儿又好写啊。嗯，难死我，难死你一句了。我，我的祖籍在非洲。周吴郑王啊，就这个呀。